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我们的来 eat 啦。那其实上个 episode 没有错，我们得到了 bad end。那有观众跟阿曲说，我们是因为等级练得太低了，所以会得到了那个结局。所以阿曲打算把自己的等级练高一点。虽然我们就伊芙娜讲一个人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。那我们练等的部分就自己做个稍微的快转吧。黏大大的我吃不了，所以就可以疯狂的洗怪哦。十二等哦，然后我们已经13等哦，然后刚才因为所有的攻击，我们进行了一连串的激战嘛，那我们就回复一点对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平常没有在吃嘛，那我们就不用吝啬的去吃它这样子。然后装备的话，我们好像还有个女仆装，可以再把它装备更高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我们再存个档，走吧。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因为观众跟阿曲讲的等级是12级，那阿曲已经练到13级了，应该就可以得到很不错的结局了吧？嗯，好，我们的 tail， 而且我们的 tail 一开始这样，然后阿曲还以为是别人，只是谎言的味道，然后变成一个非常中二的角色啊！我必须驱除吃掉他们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哎，我的 HP 刚才没有吃满吗？那三重火焰，还是不行吗？怎么了？你今天相当的没精神啊！再浪费时间的话，今天的点心就取消了。是平时的他没有改变，我所知道的他，怎么还是一样的呢？没关系，虽然会花点时间，也说不定我啊会让你恢复原状的，好吗 ，Tail？但是，怎么还是被bad end？我被骗了吗？竟然还是等级练不够高啊！再刷一下等级好哦。是的哦，这样有用吗？可是没有的学习到什么特殊的技能呢？确定真的是这样吗？不对，我觉得怎么还是一样的状态呢？还是没有办法啊。我觉得阿旭，我被骗了，真是，说好的练等就可以得到别的结局呢？说好的呢？这边什么啊？原来这边有不一样的路哦，结果没有用到 B 计划。明明 Inos 会变得永远有趣的说，好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完全听不懂的。
而且这里还是相当的坚固啊。喂，Enos，Tail 穿着绿色上衣吧？哇！哦，原来你们躲在这里。啊，他看起来已经不是能说话的状态了呢。哈哈，果然是那样吗？太过尴尬，干脆保持沉默吗？不，我想那只是原因之一。说的也是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等等，你没问题吧？是啊，不要紧吧？我们在做这种事情啊。那之后，我们开始在这个小镇生活。而现在，我变成了发明家，Gino 啊，试机师，而且 Sirius 对怪盗，然后我们两个也会协助他。那看来我们没被栽培为正常人啊。Tail 好像也是靠着炸鸡之类的事业赚钱呢。想起那时候的事情了吗？你在意了吗？是吗？如果那架机变成 Tail 的累赘的话，我很抱歉，我们真的是 Tail 的负担呢。不是的，那个时候我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，是那样吗？Cyril 告诉你很多了吧？现在不，从以前他一直那样。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思考了很多，尽管如此，我到现在还是相信了 Tail。即使是 Sira 心中某处应该还是一直挂念的那件事，证据就是里欧赫兹，他从未舍弃与这个姓氏有的关联。没错，我们三个人也是，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里欧赫兹。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还真是趁着士气取了相当中二的姓氏啊！妈，有点太过帅气了吗？自报姓名时还稍微犹豫了一下呢。啊，对了，是 Tail 想了名字嘛？没想到我们还能像这样一起聊天呢。顶楼上有 Cyril 在哦。就这样过去的话，之后他真的会对你下致命的一击哦。如果 Tail 开口的话，我们就来偷偷的帮你开路。不用了，因为得向那家伙道歉，不道歉不行，是吗？知道了哦。就算叫你别勉强，还是会去做这点没有变啊。C 罗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既然，哦，好像有，哦，那我要把我的装备都装备回来，因为阿徐还想说，该不会是让那个什么，我们的 Tail 穿太好的衣服，然后。我们一致打不过他们，看来不是这样。嗯哼，我们彼此之间有误解，但是我还是会支持你的。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啊！竟然讲了这么，因为我没做这样的事。明明 Tail 叫我们从那里快去过正常的生活，为我们做了那样的事。果然，正常的东西，嗯，对我们还是不适合吧？啊哈哈，对不起啊。那之后的事，那时候的事，那时候的事，全部。哦，Seed 的谎言发出味道哦，没有错，我们的衣服拿奖已经好好的练到超过13等了，所以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？啊，想说正确的决定，讲得太笼统了啦。哇，看来不一样了呢。好，C，啊嘞，跟到这里来了。不过我想已经为时已晚，因为从现在开始要做周围的工作啦，得结束这一切吧。哦，这是，嘿。哦，还是变过来了吗？Seed，不对，这是谎言的味道。Seed 被谎言附身了吗？是啊，没错。虽说如此，跟之前相比也没什么改变吧？你说是吧，Eve？什么？
跟之前的他不一样。是啊，被谎言附身的话会迷失自我并攻击其他人，对吧？哦，仔细想想，幼小的你也能理解的吧？他现在还没被完全的支配，所以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要怎么做？我要吃掉他。我们真的打得过我们的 tail 吗？哦，看来打得过哦。为什么你变得没有这么强呢？哦，变回来了。失败了吗？是我小看龙的力量吗？你回来了，宝宝。Seed， 你没事吧？谢谢你 ，Eve。好，你还在摇摇晃晃的，很危险啊。什么啊？我可没打算要道歉哦。要道歉的是我。就算道歉，也无法改变任何事了。那样的话也好，我不会介意你一直恨着我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对你们几个撒了谎。是指加入帮派的事吗？不，虽然在那之后我的确加入了，你知道我的左手上的标志吧？然后呢？又怎么样？你是要来说比起我们金钱还要来的更重要的事吗？即使现在也是吧，欺骗别人，借此赚取金钱，累积财富。是啊，的确是那样，因为我必须储存积蓄，毕竟可能会死啊。怎么回事？那时候我向黑帮的首领商量了，再怎么说至今为止也随意偷了许多东西，还以为会被杀害，但是那家伙说了只要付钱的话，这次的事全部都原谅你。妈，那可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啊。难道说你是为了一个人付清全额才加入了那个帮派吗？就结果来说的话是，为什么那时候你不告诉我们那些事？要是说了，你们就不会从那个小镇离开，会说要跟我一起去之类的吧？会成为你们的绊脚石，会夺走你们自由的那种事，我无论如何都很讨厌。那么，那时候的大笔金钱是，刚进组织不久你就从贷款作为起点吗？跟他们借是不会给的吧？哦，好帅哦！啊，好多疤痕。那个副车上的旧伤是什么啊？那时很想把钱交给你们，赶紧让你们离开那里，因为我已经加入了帮派，不能再待在那里了，所以得马上有将一大笔金额一次到手的必要。因此我在那之后卖掉了一颗肾脏换了钱。哈？什么？疼哦！我对你们还有对你撒了谎的事不道歉是不行的，即使是那种地方我也没能完全脱离。把金额还清之后说要脱身，妈就被集团修理了，所以我只是找时机逃了出来，被发现的话有可能被他们杀掉，毕竟那里的首领暗地里似乎跟大组织牵连着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姓名和外观改变，而且不在同一个小镇长期的滞留，因此需要金钱。是为了我们？为什么那时候直到现在都隐瞒着？我至今为师是为何？是为什么一路憎恨而走过来的呢？没关系，继续恨我吧，因为对你们说谎是不争的事实，即使被各种家伙说教了，我也为了守护人而撒谎而过来。谎言那样的污秽物并不是用来守护人类的东西，只是将自己想隐藏的事肮脏的涂抹掩盖，为了守护那个而使用的东西，就算周围疏远被憎恨，也是自己将它涂上去的，也是自作自受。哦，竟然，哇，奇怪，我的力量，我不会一次原谅大哥的。直升机，有朝一日我会来见你，决一胜负。哇哦，好高，太高了，等等，好高。所以我说别往外看啊，没办法嘛，下次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，再让我多看一眼。
惨惨啊，视野太模糊了，看不见。别在 Siri 面前说那种事啊！再见啊 ，Tail。哦，就这样离开了，那样好吗？嗯，因为那是他们决定的生活方式，而这是现在我决定的生活方式。这样啊？哎，这是今年最糟糕的事情了。第二糟糕呢？三天前吃了杂草，嘿，有这么难受吗？回去吧。好。哦，结束了是不是？那之后我的力量稳定的回来了，泛滥的谎言也被清理干净了。那个有钱人因为丢失了黄金的秘宝而非常郁闷。不告诉那个是冒牌货比较好吗？喂，衣服快点，门要关了哦。嘿啊，等等啊 ，Tail。哦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哎，什么画面都没有啊，灰灰的。来一，哦，好棒哦！虽然它出现黑黑的频率有点慢，不过感觉真的是该怎么说呢？脚本的设计也好，还有整体的整个的故事也好，到最后才发现原来 Tail 要这样子一直奔波躲藏的真相，竟然只是为了守护他小时候重要的那一群人，竟然大家也是被误会。我觉得 Zero 是因为就真的很喜欢 Tail 大哥才会做这种正常的事情吧，不然你看另外两个男人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，还是因为他年纪最小，所以不太明白当初发生的事情吗？哦，这个就是谎言的娃娃，嘿嘿，这些哦，小丑跟大丑，哦，这是小领结。旁边是会跑字幕吗 ？Thank you for praying. OK. 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终于能吃掉 Tail 的谎言了呢，所以是我赢了耶！我不记得我有做过那种比赛哦。那个，我有一些在意的事情。Tail 许了什么愿望呼唤了我呢？我对他们说的谎，那些谎言不管经过多久都不可能消失。我想大概是那个时候呼唤了你吧。之后还要再继续说谎吗？是啊，如果骗子是老实人，要工作的鬼啊，是吗？那么跟你约定好了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对你说谎。真的吗？嗯，我保证。那么你喜欢我吗？不讨厌，是吗？嘿嘿，我也是哦，我最喜欢 Tail 了。哦，嗯的，最喜欢爸爸喽。好，所以哎，这边是什么？哦，就上次的结局的那个有的没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怪盗，然后这边的话是。最后的那边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。End， 哦，这是另外一个 End。哦，如果我们没有练到十二等的话，在十二等以下应该就是那个 End。哦，好哦。这边，从一开始到最后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出现怪盗出现的时候。结果完全没有发现她是个女孩子呢，小时候的 Tail， 然后阿许太可，就是马上就想过来是镜子的反射，还有队长啊大人他们实在是太帅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阿许没有看到这个 CG 啦，
这个是哦，所有的 BGM 是不是？哦，这边可以稍微的先存个档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没有错，我们先回下集，我们回收另外一个结局之后，再好好介绍这个房间吧。好啦，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或者是在粉丝专页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一样下个 episode 再见了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